说背面的光。之前有参与过一些具体的案例吗？我做过我的第一份项目书，自认为做的还不错。你的具体优势是什么？我的优势可能就是普通吧，相比精英，我更了解普通人的想法，我也更会站在一个大众消费者的立场去思考问题。普通人就是最大的市场。愿意加入我们律师资本吗？我当然愿意了。欢迎加入我们律师资本，我一定好好干。调研的这款设备，它是一个独立的产品，而非一个件。投资人柠檬，你好啊，谢谢石总，我会加油。